请进。老师你好，我是巩族的爸爸潘长江。什么？我是巩族他爸爸巩汉林呐。那潘长江是谁呀？是他妈。你们家巩族啊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自己造不好句儿，他就花钱雇同学帮他造，人家不干，他就把他人家给打了。打的对呀！啊，有钱不赚那是傻的。什么？你看我，人家花钱雇我，我就干了。你